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五十面，第五十面，倒数第六行，弥陀要解云：释迦一代十教，为华严，名一生圆满。而一生圆满之因，则末后普贤行愿品中，十大愿望导归安阳，且以此劝进华严海众。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啊。这是莲池大师的话啊，一代十教就是指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。佛当年在世30岁开悟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，79岁圆寂的，所以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这个会就像我们现在是办班啊，这办班呢一生有300多次啊，那么时间长短不一样啊，所讲的内容浅深也不相同，有的一个单元呢讲好几年啊，也有啊一个单元一天就讲完了啊，这个情形很多。那么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啊，世尊当年教学并没有一定的制度，四方的群众由个别来请教的，由团体来请教的啊，他老人家非常慈悲，来者不拒啊，都能让他感到啊满足啊，才离去啊，所以真的是有教无类。那么所教的也没有定法啊，佛无定法可说。来请教的人啊，他有什么疑惑，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期望，佛总是能帮助他们解决啊，这是当年教学的情形啊。那么也有一部分叫常随众啊，这经上常常提到的1255人啊，这是常随跟着佛的啊，一跟都是几十年的。那么对于这些人呢，那教学就有次第了，有浅深了啊。所以后来祖师大德判教啊，分释迦牟尼佛教学5个时期，这我们前面都学过啊，阿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时啊，这就好比现在我们讲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啊，对常随众了，是逐渐的帮助他们提升啊。这个团体也不算小啊，经常呢总是有几千人啊，在这里我们应当能想象得到
经上所说的，佛以一因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解，这是妙因啊，我们很难想象的啊。现在我们借着科学的工具啊，用麦克风来传播，在当时没这些工具啊。佛登座说法，听众都是两三千人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。啊，大家都没有怀疑，这个境界我们很难想象。啊，那么佛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呢？我们相信有。啊，说听的人呢，跟现在的人不一样，虽然有下下根，我们能够理解，那个时候的下下根呢，大概比我们现在上上根都厉害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家心清净。啊，现在人心浮气躁啊，没有那个定功啊。啊，古时候人呢，忠厚老成，妄念少，啊，心清净，啊，所以摄听那个感应都不可思议。那么叫一代十教，这个四十九年所说的。只有华严经啊，就一切经只有这一部讲到一生圆满。这个一生就从我们初学佛圆满是成佛啊，我们初入佛门好像念书一样，我们进了小学，一直到博士班呢，拿到博士学位，这叫一生圆满。那么佛说其他经典呢，都没有说的这么圆满，有的说到哎，拿到阿罗汉就止住了，啊，好像办小学毕业了，只讲到小学，啊，再进入中学。中学毕业了也只讲到中学啊，大学毕业了也只讲到大学，没讲到研究所，唯独华严真的是究竟圆满，从小学一年级讲到博士班啊，就这一部经讲到圆满。而一生圆满之因，这个圆满就是成佛了啊，就是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证得佛果啊。真正的因是末后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安阳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的啊，入法界品这一品经很难得啊，跟中国人有缘啊，全部传到中国来了啊，这些祖师大德把它翻成中文，一共四十卷啊，这华严经里面所谓的四十华严啊，四十华严就一品普贤行愿品，完整没有欠缺啊，这里面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，怎么样成就的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啊，我早年初学的时候，啊，方东梅先生告诉我，他是特别推崇华严经。他说华严经是全世界哲学书里头最好的佛经哲学概论。这部书里面有圆满的道理，有精确的方法，后面还带表演，这个不容易啊！啊，善财童子跟53位善知识啊，把《华严经》的理论跟方法了，完全做出来了，那就是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做出来给你看。他说，在全世界，哲学书里头从来没见过。他是非常推崇，而且在这个华严山下的功夫很深。啊，所以他晚年，台湾大学退休，啊，这个辅仁大学这教会学校聘请他去，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。啊，为什么？唯独啊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才真正三根普被立顿全收。如果没有这个呢，那真的是上上根人有份，中下根人就没份了。啊，有这一招的时候，那下下根人也是一生成佛，一生圆满。所以这个不可思议。啊，那么在末法时期，我们弘扬要弘扬哪一部经，才能切这个时代的机？时代是末法。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呢，有提到，啊，末法时期大乘奇迹。我们细心想想，不一定是现在世间人都是大乘根性。要这个说法呢，那真的是一个问题。不是大乘根性，但是他能接受大乘，而不能接受小乘。啊，这是由于现代知识层面扩大了。啊，小乘确实知识面很小，它有拘束，很保守。啊，现代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思想，现在人接受要接受开放的，啊，民主。自由开放，那大乘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大乘呢，很切合现在人的根基，啊，它是开放的，它是自由的，啊，它没有拘束，讲的是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现在人喜欢听，啊，你要设许许多多的规矩让他来遵守，他受不了，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的，啊，我们中国人的记载，啊，像虚云老和尚这一辈的人都用中国的记载，中国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到今年是3037年，跟外国人讲的不一样，外国人是2500多年，相差600年，差距很大了。那到底哪个可靠，这个我们不必去管它。
啊，佛法不重视这些形式，佛法重视内证。啊，所以印度人不重视历史。啊，说年代的时候，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啊，他们重视禅定，重视智慧。啊，重视其如境界。啊，那么这些分别执着，他们不重视。啊，那么这就说起来，在这个时代，学习华严经是正确的。啊，所以华严经我们也讲了相当长的时期。啊，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啊，虽然只讲到1/5了，但听众大家都非常欢喜，啊，很难得，这就说明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没错，啊，大乘其现代人的根性，啊，他喜欢听，他也未必能做到，啊，未必能契入。可是他喜欢，他不排斥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那又奇迹，又让现在人真正得受用，啊，一生能成就，给诸位说，无过于无量寿经，啊，所以古大德了评论这些经典呢，啊。啊，大家公认华严第一了，华严跟无量寿经一比，那无量寿经第一，是第一里面的第一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华严一生圆满在无量寿，这个十大愿王导归安阳，就是归了无量寿了。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啊，且以此劝进华严海中。这一句话说的是文殊普贤。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，不但自己发愿求生净土，而且还劝导华严海会，啊，41位法身大士，这41位不是41个人，是41个阶级。啊，就是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啊，等觉，啊，所有这些菩萨、化身菩萨，通通都跟着文殊普贤到极乐世界去，啊，参访阿弥陀佛，向阿弥陀佛学习。这个境界多么壮观啊！啊，这一个举动，我相信影响了遍法界、虚空界所有这十法界里面的大众。啊，他们看到了，他们听到了，那对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就升起坚定的信心、愿心，啊，都知道学佛应当要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文殊普贤跟我们表演的，做给我们看的。这是大事，不是小事。可是现前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人对佛教不明了，而产生严重的误会，这种误会对佛法弘传影响不是很大，
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？最大的是他自己这一生的没有意愿去接触佛法，把这一生圆满的机会呀错过了，这才叫大事啊。啊，佛法弘传它没有时间性的，它无所谓啊，众生什么时候得度佛都知道啊，而是许许多多人在这一生错过了，真可惜啊。啊，那么现在在社会的这个佛教啊，它的一些状况，我常说现在有六种不同的形式，我们要清楚认识清楚，有人问我们，我们能讲得清楚啊。六种形式，第一种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教。释迦牟尼佛佛教是什么呢？是教育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他老人家当年在世，跟中国孔子一样，什么身份？职业教师啊，他不干别的事情啊，一天到晚就是教学。中国人成为圣人，那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人啊！他不单单是言教，身教啊！他把他所知道的全部做到了啊！他知道的是见性，明心见性的啊，把自信的性德在日常生活当中全流露出来啊。我们中国人讲的道德啊，一丝毫没有违背性德啊，做出来给我们。真放得下了，生活简单呐，比什么都快乐。啊，一生物质生活的条件只有三衣一钵。他全部财产就这么多啊，三衣一钵，三件衣，一个钵，吃饭就脱钵，日中一食，一天吃一餐，树下一休，晚上休息在树底下打坐。他一生有道场，到处都是道场啊。他没有建立一个房屋，没有啊。道场在哪里？露天的，山林、树下、水边啊。到哪个地方去坐，学生围成一圈，哎，他就给大家讲经说法，就教学啊，快乐无比啊，居无定所啊！啊，每一天住在不同的地方啊，像游牧民族一样。我们细心去体会一下，他们那些人的身体啊，叫金刚不坏身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都是外面露宿，
他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晒，他能经得起啊，他不生病啊。那我们现在能过他的生活吗？绝对不能。我们要到树下去的时候坐一晚上，第二天到加护病房了，就说明啊，我们比他差远了。我们想跟他了，想想自己条件不够，没有法子。我们三餐饭不够还吃点心，那人家一餐啊，而且吃得很少。啊，那种生活方式我们能过得下去吗？啊，就做出来给我们看了。啊，他叫我们放下。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他真放下了。他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了。啊，一身之外是一无所有啊，充满了智慧。啊，身心都在定中，这个禅定。不是说坐在那里是禅定啊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你不懂得禅定的意思。禅定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。啊，什么叫坐在定中呢？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那就是禅定。所以这种禅定管用。讲经在禅定里面，教学在禅定里面，生活在禅定里面。啊，我们现在一个错误观念，因为禅定就是打坐，坐在那是禅定。啊，没有坐就不是禅定，不是。真正禅定，走着路是禅定，站在那也是禅定，坐着是禅定，躺在那睡觉也是禅定。行坐住卧都在定中啊！一个妄念都没有啊！你要不问他，他什么念头都没有；你问他，随问随答，他起作用；不问他的时候，他无知啊，般若无知。不问他是无知。你一问他呢，无所不知。他起作用是无所不知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。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知是定，决定没有分别，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佛法。啊，我们。般若智慧没有了，念念生烦恼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知啊，你有知，有知就是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你有妄想，有知啊，那你就有所不知。你没有学过的东西，你完全不知道啊。无知呢，那无所不知，没有学过的东西，那问也知道。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？为什么呢？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的，你见了性，哪有不知道道理啊？一切法不离自性嘛。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呢？是迷失了自性啊！我们提问题，佛是称性答复。啊，称信答复决定没有错误。啊，言辞善巧，你一定能听得懂。
啊，这是我们前面读的叫就近的方便呢。啊，全是心得。那我们学什么，总得要晓得嘛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的身份是什么？他不是宗教，他也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，他是人。啊，佛陀这个名词是学位的名称。啊，我们中国古老的学位名称也有三个阶级，最高的是圣人，第二是贤人，第三是君子。在中国古时候啊，读书人的时候，这三个不同等级的称呼，在印度也是如此，最高的学位称佛陀。啊，佛陀的意思翻成中国话叫觉者，就是觉悟的人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圣人。第二个学位叫菩萨。啊，菩萨玄奘大师翻译作觉有情，他的情就是阿赖耶，阿赖耶是情的根，根没断，所以还是有情啊，根没断，但是他觉悟了，觉悟呢，他能够对感情能控制啊，这第二个学位啊，菩萨了。第三个学位叫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叫无学。啊，如果这把它翻，从字面上翻的是无学，他毕业了。啊，他什么地方毕业？他小学毕业了。啊，不是大学。是小学毕业了，菩萨是大学，阿罗汉是小学，小学毕业了，啊，在小学里面，小乘里面叫无学了，小乘的课程他通通修完了，啊，他叫正觉，啊，为什么叫正觉呢？他不执着了，啊，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他不执着了。啊，不执着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啊，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执着来的。有执着就有六道轮回，没有执着，六道轮回就不见了。所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这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可别当真，你当真就吃亏了。啊，你迷在里面就出不去了。啊，所以佛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三个学位的名称。啊，就像现在大学里面的博士、硕士、学士，学位名称。啊，我们要知道。啊，把佛、菩萨当作神仙看待，那是完全错了，那叫迷信了。那对佛教真的是不通啊！啊，可是把佛菩萨阿罗汉当神仙看待的人，大有人在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就佛教变成宗教了，它不是宗教，变成宗教了。我们后世的佛弟子对不起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你真正了解了释迦牟尼佛，他一生他做的是什么？用现在的话说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。那现在人称呢，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了。啊，这现在人是这种称呼啊。啊，他是什么身份呢？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是个教员，非常好的教员。
啊，他不收学费，他是义工啊。啊，孔老夫子还不是义工，孔老夫子收学费呀。啊，收的不多，收一点他收，释迦牟尼佛不收，一分钱都不收。啊，就得义务，我们学佛一定对老师要认识，那不认识的话，我们学习就会有扭曲。啊，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在那个时候，我初接触嘛，啊，方东梅先生介绍那是学术，啊，方老师也了不起，也没有把释迦牟尼佛看作神仙，啊，方老师介绍给我说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他这么样介绍给我的，就是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是这么讲来的。啊，以后有缘见到张家大师了。啊，我见面第一个提出的问题，就向他老人家请教，说我知道佛法殊胜。佛法是大学问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能契入？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。啊，头一天呢，跟出家人见面。啊，以前我跟出家人没往来，啊，第一次见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请教。啊，我提出来，在他的客厅。啊，当时在客厅坐的好像只有五个人。啊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啊，我们看了半个多小时。这小客厅的气氛非常严肃。啊，也非常柔和。啊，半个小时之后啊，他才说了一句话：“有。”啊，我在那里等了半个钟点呢，等到一个字“有”，啊，精神就振作起来，“有”，这要注意听了，他又不说话了。啊，大概六七分钟以后，他告诉我六个字。他说话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讲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这个说很快了，他比我这个慢，一个字一个字讲，六个字。啊，我听了呢，似懂非懂，好像懂得他的意思。啊，我们的速度快呀，年轻啊。接着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，从哪里下手？啊，大师告诉我，从布施下手。头一天跟他在一起两个小时，几乎都在静默当中，啊，但是那个磁场非常好。以后就约定了，每个星期天给我两个小时。啊，介绍我两本书，叫我自己去看。啊，看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这你要学佛，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我们看了之后才知道，释迦牟尼佛确实是一生在做教育。一生在教学啊，
啊，与宗教真的扯不上关系。啊，可是现在，啊，这个佛教在这个社会上第二种形态出现了，就是宗教。它不是宗教的，变成宗教了。就是我们后世的弟子，对不起老师，怎么把它搞成宗教了？佛教变成宗教，历史并不长。啊，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不是宗教。啊，但是佛教里面讲宗教，那个与现在的宗教完全不一样，啊，完全不相干。啊，佛教讲宗教了，是讲宗门教下。啊，他教学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。啊，禅宗真的是戒淫上上根人，那中下没分。啊，这叫宗门。啊，宗门是真的是参禅，用这种方法，完全用禅的功底。开悟之后，才能够戒除经典，这经典就是教。啊，没有开悟，不看经典。啊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方法。那没有这种根性呢，就是上中下根性的人呢，就从教下，就从经典入门。经典有深有浅，所以祖师判教。啊，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做一番整理，啊，把这个里面的义理浅深，啊，去分别出来。哪些是教初学的，哪些是教这个中间的，哪些是最后学习的，就好像排列的课程，小学课程、中学课程、大学课程、研究所课程，啊，这是在中国祖师大德们他们搞的，啊，像天台家了，这个贤首家了，他就分得很清楚，啊，而佛当年在世没有分这个东西。啊，因为佛他这个教学，他不是一个一个正像现在正规学校啊，程度整齐不是的，啊，是各方面来的人程度都不齐。啊，所以他每一天讲经的时候，人家问什么就讲什么，问得深的就讲得深，问得浅的就讲得浅。啊，几乎每天都是这种状况。啊，那个时候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族群、不同宗教信仰，来向他请教、跟他学习的人，通通都有。啊，就要了解状况啊。啊，隋唐时候，中国丛林制度建立了，那就是建立了正规的学校了。啊，这是佛门的道场。啊，丛林就像现在大学一样，里面的组织跟现在学校也非常接近。啊，丛林的主席也叫方丈，也叫住持，那是校长。啊，下面他有三个纲领之事。啊，第一个是管教学的首座，啊，首座和尚相当于学校的教务长，啊，维诺相当于训导长，啊，管训导的，啊，建院相当于总务长，啊，名称不一样啊，跟现在大学的分工。啊，职责完全相同，所以就正把这个佛陀教育正规化了。啊，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。啊，方东美先生对这个事情很重视，佛教要复兴，
一定要恢复这个古时候这种丛林啊，也就是要建佛教大学，佛教才能发现它是教育啊，这个要一定要认识清楚啊，它教学的内容包括太大了啊，真是变法界虚空界啊，不同维次空间啊，他通通都讲啊，他讲十法界，讲无量无边的法界啊，讲过去，讲未来，啊，虚空法界里面的性相离识因果，全都讲到啊，全包了，啊，真的是大学问呐，啊。啊，所以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些经典不断地流到中国来，啊，中国这些高僧大德，还有印度啊，到中国来的，来传教的，啊，中国的帝王，中国的学术界欢迎呐，啊，国家建立的殡仪馆。你说翻经是国家拿钱的来支持的啊，帝王带头啊，护持啊，乐此不疲啊。从汉朝一直到宋朝啊，800多年了啊，翻出现在这些大藏经。啊，变成宗教，我想应该是乾隆以后。啊，乾隆时代还是学术。啊，每一个寺庙庵堂都是学校。啊，用现在话说，专科学校。他们通常一个道场就是学习一部经或者一部论。啊，你喜欢学这个，你可以到他那边去报名，你去参加，去跟他学习。啊，大概真正变质了，把教学废除了，我想应该是慈禧太后啊，在他手上啊，真正变成宗教了。对，这时间并不长啊，啊，充其量是200多年，不到300年了，变成宗教了啊。因为慈禧太后，她相信宗教，相信鬼神。啊，前清我们看清朝历史，从开国到咸丰，啊，咸丰是慈禧的丈夫啊，朝廷里面就皇宫里面，啊，经常是邀请儒释道三家的学者在宫廷里面讲学，啊，皇帝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天天在学习啊，非常认真呢，啊，所讲的这些东西都有讲义。这讲义还现在我还保存着《四库全书》里面啊，我有的时候我喜欢翻翻，看看那宫廷里面讲些什么
啊，四书怎么讲的？五经怎么讲的？啊，这个《四库全书》里有啊，都保存在啊。这个制度被慈禧废除了，咸丰死了以后，啊，儿子继承王位，儿子是同治，就是慈禧太后的儿子。啊，年岁很小啊，也不懂事啊，啊，所以实际政权掌握在慈禧手上。啊，慈禧把这个制度废除。啊，废除之后，他也有他喜欢的东西，他喜欢服软，所以宫廷里面呢，啊，这些大事不请教这些专家学者了，就像鸾坛里的请教这些神仙。啊，最后把国亡掉了。这一桩事情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因为世世代代的张家了都是清朝帝王的国嗣。啊，就给我讲的服软这个事情。啊，慈禧太后相信这个。啊，那么张家大师告诉我，服软里面有神仙菩萨来降临，他那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是一些灵鬼冒充佛菩萨，冒充神仙，但是也是行好事。啊，小的这些事情他真的有神通，他讲得很灵，他不灵没人相信的。大事情他就乱说了。啊，你吃亏上当你也找不到他。啊，所以他告诉我服软这个事情是真的。啊，如果你邀请他们来聊聊天说说笑话没问题，你可不能给他谈正经事。谈正经事有的时候他为了面子问题啊，强不知以为知啊，他就胡说八道啊，那你上当吃亏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了啊。所以这是个常识，我们应该要知道啊，有些时候你像这些灵媒现在多 啊比过去多的太多了，传递一些信息啊，我们收到这个信息要用智慧来判断啊，它的准确性啊，它叫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处置啊，那这个不能随便接受，要用佛经里面所说的方法来处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啊，你就决定没过失了。啊，你看有些灵媒，我知道的，他们来告诉我，现在灾难太多啊。啊，灵媒居然找到观音菩萨，哦，观音菩萨怎么说啊？他们向观音菩萨问，灾难是不是真的？这菩萨说是真的。有没有办法化解？这有，什么方法？讲经教学。我是说这个话行，这个话跟佛经上相应，可以接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讲经教学为什么能够化解灾难？灾难是居住在地球上的现代这些人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心行所感应的、感召得来的，这灾难真正的原因呢、啊？讲经教学可以帮助人开悟，帮助人觉悟了，觉悟之后啊，就能够把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行为放下。啊，依照中国老祖宗传统教导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
啊，我们的思想不违背这个传统，我们的行为不违背，这个世间灾难自然就化解了。这有道理啊。啊，如果他用其他什么方法，就那不可靠啊。啊，祈祷是个方法，应急可以。啊，因为祈祷那个心是很虔诚的，啊，他把杂念都放下祈祷，啊，确实能把一个灾难大幅度的降低，但他不能持久啊。那治标不治本呢？治本是教育啊，所以这种祈祷的时候有没有作用？有作用啊，真有作用啊。可是你要能永远保持，那你一定要学习经教啊，伦理道德因果古今中外都不会啊，都不可以离开的。这是心的，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了解这个道理，懂得这个原理，你才能掌握。啊，自己的灾难，这病苦啊，是我们自己自身的灾难呢。啊，环境的灾难是共业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些原理原则，你的心是定的，你不会慌，你也不会乱。啊，灾难纵然现前，只要你有定功，你就能处置得很妥当。啊，就怕你不知道灾难来时，你心慌意乱，那就麻烦了。那真的是佛菩萨也救不了你了。哎，只要你心定，啊，神志清楚，一点不乱，就能够解决问题。啊，定生慧嘛，智慧现前，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啊，解决个问题是多方面的，也不是一种方法。啊，所以，它因时、因人、因地。啊，不一样，啊，千变万化，这就是前面讲的善巧方便。啊，古大德讲这个无量寿经是就近方便，我们要真正明了这句话，啊，什么问题都可以在。无量寿经上找到答案，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再把这个经找回来，重新再温习一遍。啊，主要的用意就是对付当前这些灾难问题。啊，我们重复把这部经。温习一遍，初学佛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事情。别人向你请教，这佛讲的是什么？啊，我曾经问过一个道友，这很多年前了。啊，大概总是二三十年前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景美图书馆，有一年过年。啊，这些老同学到图书馆来拜年，有一位辅仁大学的教授。他告诉我，他这个学期就下面这个学期，在学校
利用课外活动，他给同学们讲一部《普贤菩萨行愿品》，很难得啊，在这个台湾呢，这个大学生学佛的风气很深。我说好事啊！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我说我有一个问题问你，你回答我。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他讲的是什么？你用一句话回答我，不能啰嗦，就一句话。啊，49年讲什么？他想了5-6分钟，没办法答不出来。他回头问我，我说般若经上讲的一句话，4个字，诸法实相，我说用这一句话行不行？他想了想，可以，行。诸法实相要用现代化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那古人用的文字简单，4个字，诸法实相，真的。这是对于知识分子可以这样说法。他明白了，而且是吧，对于在佛法上啊已经入门了。这东西不是迷信啊。如果对于一般初学啊没有接触过佛法的，这常常碰到啊。那佛到底说什么？那就得详细一点给他解释。佛经上有，真的，佛真是慈悲啊，教我们呢怎样应付有这些疑问的人啊。这个佛经里面有6世明经义啊，6桩事情。在3藏法书里头有，这个内容全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经云：佛有3大智智，来是未来，经是现在，往古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弥不同也。他没有不知道的呀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像见性嘛，一切法都是从自性里面所生所现。你见了性了，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呀？那你还有不知道的？你没见性啊！6祖慧能大师见性了，他没有学过的经教。没有学过的世间法，无论什么事情你向他请教，他都跟你说的头头是道。他真的没学过啊！所以你要真正想智慧现前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大乘佛法教你明心见做到了，他一点都不假。世间人认为不可能，在我们想象当中当然是不可能。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曾经告诉我们，要想弘法利生，一定要通世出世间法。你能通得了吗？世间法不说多了，再说古人吧。中国古人编的一套4库全书，你能不能通达？佛法里面的大藏经能不能通达？4库全书别说研究，你每天去看。一天看10个小时。从出生就会看。看到100岁还没看完，
你怎么能通达了？啊，何况世间的知识日新月异也。你不可能通达。啊，佛法里头三藏十二部，一佛如是啊。啊，你不通又不行，不通不能教学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师教我们一个特别通达的方法。啊，他教给我四个字：至诚感通。他说我们要通，我们靠研究学习的时候是决定做不到。那怎么呢？感应。感通，用什么求感应呢？用诚心，用真诚心。啊，真诚心到极处，就叫至诚。用这个方法，跟诸佛菩萨感应，跟自性感应。诚则灵呐，精诚所至啊，所以金石为开呀、啊。啊，诚的表现，第一就是信德，诚信啊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清净信心啊，就能感通啊！啊，老师教给我，我们在讲经的时候，啊，当然都是参考古人的注解，古人注解是注很深的、啊，看到那你看不懂啊，怎么办呢？老师教我们的方法，好，看不懂这条，看到这里就不看了。啊，去拜佛，拜个三四百拜呀、啊，哎，豁然就通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做学生学习讲经常干的事情啊，很灵啊。啊，你别去想它，你越想就越想不通。为什么？你想是用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这个没办法解释经义，只有把一切念头放下，啊，一心去拜佛，啊，在这个里面定慧就起作用啊，啊，这个方法也不是李老师发明的，祖传的，在佛教里面，世世代代祖师大德了。把这个方法传下来，啊，管用。所以心越清净，你看经就越明了，啊，越能够看到它的意思，啊，要清净心，要平等心，啊，觉这个大彻大悟啊，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清净平等，啊，也不能到圆满，但是努力去做，越清净越好。越平等越好，啊，清净平等要年年有进步，啊，染污要放下，啊，傲慢要放下，这个不平等最终最大的障碍就是傲慢，啊，傲慢这个习气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，啊，但是别人能感触出来，啊，态度的傲慢。言语的傲慢都成了障碍了啊，所以要学谦卑啊，拜佛就是学谦卑啊，我们对佛五体投地，对每一个众生都五体投地啊，把你的无始劫来这个傲慢习气断掉啊，你不这样做断不掉啊。
啊，所以谦卑也，谦卑对自己的利益太大了。在下面讲，佛经众多啊，以虚空为量，啊，比四库全书多太多了。啊，佛智宏深，以无造为源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。佛的智慧就是自性智慧。啊，佛自性智慧为什么能透出来呢？我们的自性智慧为什么透不出来呢？你看，就在这一句，以无造为源，我们有造作啊。有造作心就不清净啊。啊，佛没有造作。啊，佛永远给诸位说，不起心不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执着？所以佛心是什么？永远是清净平等觉。不起作用的是清净平等觉，起作用还是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。啊，绝对没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绝对没有是非人我的念头。这个我们要学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啊。啊，首先我们要学诸佛菩萨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对人呢那种尊敬心呢就能升起来，他是佛啊，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他迷了吗？他现在是一尊迷惑颠倒的佛啊，迷惑颠倒是假的，是生灭法。总有一天他觉悟了，他明白了啊，他这个所有这一切烦恼习气他统统放下了，他的本来面目就现前了，本来面目是一尊佛啊。我们如果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啊，佛法的熏修，我们也迷惑嘛。啊，那么古人说的这两句话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里头有大道理在啊。啊，像我们这种根性的人，中下根基，那这两句话非常受用啊！啊，所以我每天一定要读经，为什么呢？无比的快乐啊，真正的享受啊！啊，就方老师讲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从哪里体会到呢？读经。啊，跟大家在一起学习，在一起学习，我过去每天是4小时，现在说年岁太大了，减一半2小时，实际上不累呀。啊，我真的是2小时吗？实在跟诸位说，每一天肯定有8个小时，跟任何人接触，身在表法。开口所说的全是经教所以我体会到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49年一开口就是经，就是在讲经，对一个人如是，对团体也如是啊，不说法的时候
他一举一动都在那表法。啊，身体在说，不一定言语，身体也说法了。啊，身口意三意的三业都在说法，他怎么会不快乐呢？他怎么会有疲倦呢？啊，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谚语，说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个事是喜事啊。啊，悲哀伤心就会有疲倦，啊，快乐里头哪来的疲倦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所以你就晓得，不疲不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话。疲厌是假的，啊，《论语》前面三句话，其中有一句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啊，那朋是什么？志同道合的嘛。啊，从远方到这来，你说多快乐？他怎么会有疲倦？啊，谈上三天三夜都不会疲倦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不是志同道合了，所以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哎，那就有厌倦了。啊，所以要学佛菩萨，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性本善。啊，人之所本是本善，我们用这种心态看人，整个宇宙是善人，没有恶人。那恶人是什么？恶人是遇到恶人的学坏了，是暂时的，他会回头。啊，因为他自信是本善，所以你对人作恶，你就不会怪他。啊，你看他作恶，有点头笑笑，啊，做得不错。干坏事，啊，干坏事什么？他有报，他有恶报，啊，在恶报里面、受报里面，他会醒悟过来，这良心发现嘛，他会醒悟过来，啊，醒悟的程度深，他永远不会再做坏事，啊，暂时的那个觉悟也很难得。啊，所以良心发现，他的业就消掉很多。啊，再有机会的时候，遇到这个恶缘，他又会造业。这就是他悟得不透，他恢复造业。啊，总而言之是指造业受报，受报再造业。在这个里面次数多了，他觉得很烦了。他觉得真正是苦了，啊，就能够彻底回头了。啊，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，不能疏忽。啊，要肯定一切有情众生都有佛性，佛性就是觉。特别强调这个觉，无情众生都有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。无情我们讲的是植物矿物，啊，那么性里面一定有见闻觉知，啊，现在我们证实植物有见闻觉知，矿物有见闻觉知，啊，见闻觉知是自性里头的能，啊，不生不灭。迷了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，啊，变成阿赖耶了，啊，阿赖耶有受想行识。
啊，觉悟之后，受想行识就变成觉闻觉知，啊，受想行识造业，见闻觉知不造业，啊，不一样啊，啊，肯定啊，一切法，啊，这个法就是佛经上所说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个里头迷了啊，就是在六道里面决定有受想行识啊。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，水有受想行识啊。那么在台湾，我听说一些还有一些小朋友做实验啊，用水果、用植物啊，用米饭、用馒头来做实验，也发现了这实验当中很明显的显示出他们有受想行识啊，他们懂得人的意思啊，知道你喜欢他，知道你讨厌他，他有这个感受。所以我们肯定自信的本能是见闻觉知啊，是见闻觉知。那么自信的德行就是仁慈博爱啊，仁慈博爱是信德，自信你本有的，所以每个宗教都讲爱啊，那个爱不是感情的，是智慧的啊，感情的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它会变，智慧的那个爱是永恒不变。真正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你一定会生出感恩一切众生。本来和睦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宇宙是一团和气，你要不和，你生病了，你有了问题了。那我们的身体身心是一团和气，人健康长寿啊。如果不和了，问题就出来了啊。和悦，你看他欢喜家乡啊，你看到这个人脸上表情的时候啊，是有烦恼忧虑啊，他身体一定有病啊。你看到他欢欢喜喜、活活泼泼，像小孩一样，他哪里会有病呢？叫纯阳之体呀！啊，这个纯阳之体如何能够保持到老而不衰功夫？啊，活到100岁了，还像儿童一样，啊，那么样的天真烂漫，那么样的活泼自在，这是佛法的受用啊，啊，是传统文化的受用啊，你真学的真是如此啊，啊，身心清安，他没有烦恼，他没有忧虑，啊，什么复杂问题到面前，智慧解决。啊，记住，他不是用知识，他用智慧。所以，永远是感恩一切，感恩一切人。啊，对我好的人，我感恩他；对我不好的，我还是感恩他。为什么？他成就我了。没有这些境界，到哪里去学习啊？
感恩所有的动植物，感恩山河大地啊，所以我们每天拜佛啊，最后一拜拜谁呢？拜十方刹土微尘世界，感恩大地呀！啊，十方刹土微尘世界，那是无量无边呐！哎，全是自性变现的。啊，一定要晓得本来和睦，所以星球在太空运行和睦，它不会相撞啊，它循着一定的轨道，它一点不会差错啊。啊，但是要知道，如果人心要乱了，胡思乱想了，星球可能出轨。啊，如果星球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怎样帮助它呢？恢复正念。啊，我们这个波给它，就能影响它。啊，纯正的波，纯净的波，啊，会帮助它，啊，修正它的轨道。这个东西不是玄学，在佛法上真有理论呢，有道理跟着。啊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啊，我们最重要是人事环境，跟人怎么能处好？别人对我不好，我能够用和睦对他，平等心对待他，这才能改善呢。他对我不好，我对他更不好，那对立，那你永远就对立了。啊，这个你会产生矛盾，啊，产生冲突，啊，冲突在提升，就斗争了。啊，这个斗争在提升，现在就战争，啊，现在战争核武生化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和平从哪里来？和平从自己内心觉悟了，和平就来了。不觉，和平永远不会到来。啊，所以对人要互相包容，要互相尊敬，啊，互相信赖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中国古人讲的顿轮尽分才能做到圆满，这才像个人呢。人应该是这样子，如果这几条不做不到，这不像人呢，或者不像一个正常的人啊。佛菩萨是正常人，中国古人讲的圣贤君子是正常人，啊，这些正常人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应当认真努力，所以无造为缘这一句话说得太好了。啊，没有造作，没有造作，这个无造也跟中国道家讲的无为很接近，无为而无所不为。啊，佛家讲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贡献给社会，贡献给大众，决定不居功。啊，心里面说若无其事，啊，做了好像没做一样，
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，不受外面环境影响。佛的智慧是这么来的，经中所言不可思议啊，经里面所说的啊，不可思议，或有反复，难明难了啊，这个我们常常遇到的，是初一六四可知其意啊，这些话都是佛说的，因为佛说经对象不一样，你今天看到的未必是对你的机，对你的机你很好懂，不对你的机你很难，你很不容易了解啊。但是佛在那时候给我们讲六章事情，这对一般人来说都可以能了解啊，佛到底说的是什么啊。第一个是正道，为佛所说之经，执意深奥，无作无为，无行无德，自然合道，这正道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正道就是完全随顺自信，跟自信决定没有违背。那佛法的正道是什么呢？就是十善业道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跟十善相应啊，自自然然的啊，这是正道啊啊，违背了啊，那你走岔路了，你走上邪道去了。十善是信德，十恶是跟信德完全相悖啊，那就迷了。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两句话，无作无为啊，作而无作，为而无为，行而无行啊，得而无得。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。你看49年，他日常的生活，他的工作就是教学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人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、教学当中、应酬当中，他都能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啊！可是接众者满面笑容啊！孔夫子的五种德，温良恭俭让，在释迦牟尼身上都能看到啊，待人的恭敬啊，谦卑礼让，你去看啊，全做到了，这叫正道。第二呢，善权，善是善巧，权是变化，它不是一法，随机应变，非常合谱啊！为佛说经呢，善权变化了，无有方所，何出？何出？借顺即已，随类开眼，令人误解，习得正悟啊，是为善权。这个里有一句不好懂，何出？何入？何出？啊，这是古人的话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你就好懂了。我们讲何进何退，大家就好懂了。出就是进，出就是退啊，
真的叫随机，没有一定的方法，无有定法可说，完全是随着众生。所以世尊曾经说，他49年没说过一句法，这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说过一句话，都是别人的话。那你问什么答复你什么话啊？所以他说一生没有说过一句佛法啊，都是别人问的。无有方所，善权无有方所，戒顺即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啊，随类开眼，开是开示，是跟他说明，言是表演，佛做出来给他看。那目的呢，都是帮助人悟解开悟啊。啊，开悟之后啊，他才能够证悟。啊，这个开眼跟大乘经里面讲的开示意思是一样的，那个表演不就是示范吗？事实讲示范做出来给你看，言也是这个意思，言跟示同一个意思啊。所以这是善权啊。我们在前面看到就近方便就是善权的意思啊。第三呢，是智教啊，这越说了我们就越好懂了。为如来说经，为助众生直视罪福，令之作如是因，得如是果，为有作善得罪，造恶得福，其思明白了，智为一小啊，这是智教啊。智是讲到基础啊，这个这一条里头讲因果啊，因果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，你行善一定有善报啊，你造恶一定有恶报啊！啊，一个人自己要懂得自求多福啊。过去不知道造作的罪业，那情有可原；现在知道了，痛改前非呀！全心全力修善积德，那么我们的前途越来越光明，越来越幸福啊！光明幸福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是你自己造的因，你自己一定得到这个好果报啊！现在这个社会会变成这样，什么原因？大众不懂得业因果报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昧着良心可以啊，把别人东西占有掠夺啊，以为是自己的本事，错了啊。你有能力掠夺别人东西，别人势力没有你强大，敌不过你啊，你夺去了你能享受吗？你命里头没有那个福报，夺去之后自然灾害来了，你还是得不到这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！我最近看的这本书《古罗马帝国
开萨大帝派了个兵团侵略中国，啊，十几万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全都死了，啊，这些鬼魂遇到了菩萨，菩萨救他了，可怜呐，啊，天天挨饿挨冻，找不到一个居住的地方，啊，菩萨初一十五就给他一点东西吃，告诉他，中国不是你的地方，你来干什么？我看到这一句，我很有感动啊！不是你的，你得不到啊！你要想六夺的时候，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还是得不到。你看十几万人死在中国，都悲惨了啊！让我想到说，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，啊，想占领中国。中国不是他的地方啊，打了八年还在投降啊，啊，过人也是如此，我们抢别人东西，偷别人东西，命里有的，你命里没有的，偷都偷不到，抢也抢不到，你东西都来了，祸害跟着就来了，啊，灾难跟着就来了。那为什么有人抢了偷了他不遭灾难呢？那这因果里面讲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是一切总报啊。为什么时候没到呢？因为你过去生中修的很大的福，那个福在支持着，但是你那个福很快会享尽，享尽之后这果报马上就显现，一定的道理，何必干这个傻事啊？啊，你为了要生存，人家也要生存呐。为了我的生存，不让别人生存，这是没有道理的，这会有好报吗？天理不容啊。啊，人家是个弱小国家，没办法抵抗你。啊，你强大了，老天来收拾你。这天理不容，你能逃得掉吗？啊，现在人不讲这些了。啊，社会上已经听不到了。我在年轻时候常常听到，社会上还有讲。啊，60年前。啊，现在社会听不到这个声音，所以这里叫无法无天呐、啊！啊，这问题很严重，这一定要相信因果。啊，你种好因，一定得好报。啊，第四是诱导，为如来说经，改为。蒙昧愚痴之人难辨开化了啊，教这种人很困难呐、啊。故以现世可获福报因缘等劝诱引导，令其欢喜顺从而生正信，是为诱导。这是佛平常用的方法，很有效啊！你别贫穷的人啊，愚痴的人，你讲了很深的一些道理，他不懂啊！啊，你叫他来学习，他三餐饭都吃不饱，我哪有时间来学习这个东西？啊，学这个东西能当饭吃吗？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，这个美国来同修都了解啊，我年轻的时候
有一点智慧，没有福报啊！啊，所以生活非常艰苦啊，而且呢又短命啊。我自己很清楚啊，我的寿命是45岁啊，所以我学佛就把寿命定到45岁求往生啊，所以能放下。老师叫我放下，我能放下，知道寿命不长。啊，为什么生活那么苦呢？前世没有修福。算命的人说，你的财库空空啊。真的。啊，所以张家大师厉害啊，他一眼就看穿了。教给我修布施，啊，修财布施，修法布施，修无为布施。我告诉老人家，我说我每个月待遇很薄，我没有钱布施。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？说一毛钱可以，一块钱行不行？一块钱还勉强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。我真听话了，哎，以后真的越施越多。你看，在这些年，我每一年布施的时候，几乎将近1000万美金。钱从哪里来的不知道，啊，根本就没有想啊，啊，证明佛在经上讲的。财富从哪来？布施来的，越施越多。啊，智慧从哪来的？法布施来的。健康长寿从哪里来的？无为布施来的。你只要真正修这三种布施，啊，你所求的财富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统统都得来。我在这做样子啊。我45岁那一年还有一场病。1个多月好了之后再就没生病了啊，干了就干这三样干的是有效果，我就认真干啊，我永远不会放弃啊，不要想自己啊，自己样样都有人照顾到，你说多自在啊，不用操一点心嘛，啊，尽管去布施，多快乐，多自在呀！第五是福德，啊，为佛说经，为令众生修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等心，调伏诸根，无所放逸，则得人天果报，常乐无穷啊，是为福德。这一条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3年，这一条大师常常给我讲。啊，只要真干，真正累积了福德了。这福德不但可以度自己啊，可以度众生呐，可以度这个世间灾难。啊，只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时候，我有缘跟他们见面呢，他不能接受我的劝告，他也能接受我的劝告，会化解很多很多问题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幕后一条境界，就是劝我们持戒。啊，为佛说经，制住境界，令一切众生摄持身口意业，清净不犯，皆能超脱三恶苦趣，是为境界。啊，这是提升一个，就是从福德，你看诱导福德到境界，这是一步一步的向上提升。
啊，能持戒，能念佛，就能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一定是在净土中，啊，这个修学持名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所以念佛人求生净土，对戒律要重视。啊，戒律不要多，十善五戒，你一定要做到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过世的时候，留给后世的弟子们两句话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，他一生都做给我们看了。啊，阿难尊者问佛陀，你老人家在，我们都以你为老师，你不在了，我们以谁做老师？佛没有指定人，佛只说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能持戒能持苦，你就能成就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。他老人家走的时候是在野外，不是在房间里面。啊，这个表演是什么？表演是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世间人看到释迦牟尼佛物质生活很苦，其实他快乐无比。你看他接待大众都是满面笑容，啊，你从来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有哪一天面孔板着不高兴的样子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啊，心里面一团和气，一团欢喜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眼目当中啊，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天天跟佛在一起，他怎么不快乐？啊，佛眼看世界，《华严经》讲的“情与无情同源种质”，不但有情众生是佛，无情众生也不例外，也是佛。啊，你是这个心胸多广阔，啊，这个心情多舒畅。学佛从这里学，有一个冤家，有一个对头，错了，啊，不是那个冤家，那是冤是佛啊，那是本善呢，错自己错了，外头没错啊。你到外面去找不到一个错的人，啊，都是自己内心。我们以烦恼习气看外面，外面却是烦恼。我们以恶的念头看外看人，人都是恶人。你以佛眼看众生，一切众生都成佛了。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